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去寻找麻吉冰。麻吉冰在哪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九份，寻找麻吉冰。那跟着我的步伐就可以到65号，红潮素肉圆旁边，对，金枝旁边，是这间，是这间。就是这间 ，OK， 又来到我们的姐弟日常啦。好，今天我们是来到九份，要吃马吉冰。好，这边呢是65号，然后呢这间是一间新开的马吉冰，然后叫1994。那我马上来进来试一下，因为我个人是马吉冰的爱好者。好，这是他的招牌，有卖他的东西这样。那一定是来吃这个啊，然后一定要吃综合花生跟马吉，花生跟芝麻你必吃。看起来很好吃的，好，那进来试试看。OK， 好，我已经点好了。OK， 好，我来试吃马吉，因为点好就是我点的是综合马吉冰90块。好，然后我可能需要一个人帮我拍，谁有空？我帮你拍。你帮我拍，好，那你再直接就帮我拍就好了。因为我是从头录到尾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进来了。我们今天来到九份的这个1994的马吉冰，然后中大碗。通常呢，我都是去宁夏夜市吃，现在来九份也可以吃得到马吉冰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哦。那通常我其实我都吃花生比较多，但是其实我发现综合比较爽，就是你可以吃到花生，可以吃到芝麻。我们来试试一下。这间是在65号。就大家走进来之后呢，可以寻找65号，然后靠左手边可以找到这间1994的马吉冰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画面好了。好，这是花生的，然后呢就是有花生粉、芝麻粉，然后还有马吉，然后重点是有那个炼乳酱，重点是有那个炼乳酱可以在里面的。我觉得那炼乳是灵魂，对，就是一定要有。你看是这样，很好吃的。好，我现在吃芝麻，好，因为其实我是芝麻控。好，3、2、1，好好吃。老板这里，老板这里，哎，这蛮好吃的，跟宁夏夜市 PK。你不要笑，镜头会抖啊。还蛮好吃的，哎，认真，哎，我真的觉得。跟你看也是差不多，你就不按掉，不按掉。汤也变，虽然我可以再接了，开始很好。然后接下来我来吃花生口味，刚有人笑到直接中断录。你好。哦，好试一下。哎，他那个电影我觉得很棒，就是那个，这鱼跟你看也是有得比耶。试一下花生口味。风就很好吃。老板很好吃，老板真的好吃。你们家有什么？真的好吃。开心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拍10分钟了。然后他冰也是现抓。拿记录。是。欸，我觉得它的芝麻特别好吃，我觉得比花生再好吃一点，因为我个人算是芝麻控。然后呢，它其实粉算撒了很多，所以呢，不会让你觉得太少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超多粉一起吃这样。芝麻是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这一群的那个美食专家，最多的。那你1到10分给他几分？10分，满分。满分。为什么？很特别啊，因为这边都没有这东西啊。九份好像唯一一家马吉冰，对，唯一一家。所以你来九份那么多人想吃马吉冰，这边一定要来吃。然后这边除了马吉冰，还有你可以单点烧马吉，然后也有石花冻、甜汤或者冷泡茶，不管点，就是都可以点。然后位置也蛮多的，然后老板跟老板娘就是颜值很高。今天逛酒跟逛了一半，突然想看帅哥正妹的话，可以来这边。1994，先生，那你觉得
我会说中文。请问你会讲中文？好，那个你觉得一到十分给他几分？就认真讲，认真讲，我们凭良心讲，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9.8分。对吧？是很高，很好吃，因为它料真的给的很足。嗯，对，我准备吃这样。可是它是料真的很足，然后还有炼乳，我觉得炼乳就是灵魂，真的灵魂。对，然后喜欢马吉冰的，我就可以来试吃看看。对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认识就乱讲，因为是真的蛮好吃的，绝对是公平公正。我们可以问我们的大师。我再问一次我们的双联美食家，双联王兰。双联红蓝，你刚刚给几分？十分。双联胡椒粉。你给他十分。十分。那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人来吃马吉冰？推荐的吗？一般像我们这种年纪都会爱吃啊。就是年轻人必吃。对啊，因为讲真的，像夏天在哪吃的来这边吃啊？因为通常来九份就是吃叉阿贵，基本上都叉阿贵啊，或者是。芋圆啊，都不变，都是我们那可以换口味，这样可以吃看。帮大家想个方法，你吃完叉柜咸的，马上过来右边隔壁吃马吉冰，吃甜的，直接一个 set。对，那是真的。所以呢，这真的是真的。对，就是你吃完咸的再过来吃，刚刚好。真的咸到爆。对，而且价位也不会很贵，90块。对，这样其实这样两个吃起来150啊。对啊，其实还好。嗯，好。欸，你给几分？欸，你给9.8。嗯，9.8，然后你10分。10分，然后我给9.9，对，我觉得不会因为是朋友介绍，不，朋友开的我就那个乱讲，我是真的觉得蛮好吃的。那看到我真诚的感觉了吗？没错，就是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吃马吉冰，马家1994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些欧米亚给，就是一些脆饼啊，然后怀旧的食品，然后还有爆米花可以吃哦。感觉就是日本有人啊。对。日本人来，日本人超喜欢来九份。对，旅客来的话都可以来这边吃，或是买这边东西。来看一下，然后它的环境也很干净，给大家看环境，看长这样。然后它的环境都很干净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对，老板很帅，老板是个帅哥，他穿 AMA97，帅。好，我想好，还是一包 ending。这边找个人 ending， 快点报 ending， 不行，你帮我讲，好，大家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好，这个我不行，快点帮我讲，帮我搞笑一下，快点，好，三二一，大家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记得分享，谢谢，快点讲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。大家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小铃铛、叮叮叮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你要讲啊？不懂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 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要去，我去按住。好，大家来吃哦。那很赞。